平常都不会在客厅小便了，为什么今天在客厅小便？为什么？要出去走一走了，你跟哈娜姐姐都不能出去了。平常都不会在客厅小便了，为什么今天在客厅小便？为什么？要出去走一走了，你跟哈娜姐姐都不能出去了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，听到没有？还要乖宝宝知道吗？